一下子把我丢到一个地方，这个搬家的包包还没打开，就开始战火燃烧了，好像搞不清楚主为什么带我到哪里去。战火一大，马上醒悟过来，主啊，有你的美意带我到这里来啊！我就重新有一个更新的奉献。主啊，已经白发苍苍，齿牙快动摇了，但我愿意把我的一生再奉献给你。叫我做一个浪费时间的人，我愿意把余下的一生再奉献给你。在那一个征战的里面啊，很感谢主，我重新认识什么叫做神迹。当有神弟兄林宏弟兄带着20位的弟兄来到那里访问我们，还有陈勋弟兄跟文天佑弟兄住在我家的时候，我就好像一个掉在水中快要淹死的人，看到浮木紧紧的抱住我就感觉哎呀，真的在经历的里面，我就重新认识，我离开教会我不能活，我需要在身体的里面得着扶持，得着供应。于是我在主面前说，主啊，我要怎么样才能够不浪费我的生命，不浪费我的光阴。我在主面前有这样的心愿，我奉献，但是我不愿意我的服侍，我的生活不是成为你教会的建造，却成为你教会的拆毁。我在主面前重新来认识主啊，你要做什么。他有一个内心的一个喜好，他内心根据他的喜好，他有一个计划，有个经纶根据什么来完成他的经纶，乃是叫借着他神圣三一的神圣恩赐，要把这三一神的每一部分要做到我们里面来，我们的服事才是神所需要的。因为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它的本质乃是神的性情。任何每一个人没有神在他里面的组成，他够资格配去服侍他的教会的。你所有的热心若不是没有经过基督的重组，从这位子伯的身上流露出来，对他的教会都是一个迫害。刚刚姊妹说姊妹在教会中是很有影响力的，我里面阿们，你们确实是在教会中是很有影响力的。尤其这一年来我教会生活，在这一年20086月15号我们那边经过征战重新开始设立主的桌子。阿们。这一年来，我觉得这一年是我65年来最漫长的岁月我从来没感觉一年那么长久所以当然这一年就是王令瑜过世的时候，刚好整整一年这一年的里面，我发现每走一步都在经历一个新的一个过程。我就感觉说，主啊，你的教会的建造不是便宜的东西，我需要在这里面更多让你来构成，更多来让你来组织在我的里面。所以姊妹们，教会的里面最有影响力的就是你们弟兄好像很刚强再来讲但实际影响可怕就是你们软弱是刚强但是如果你们不被
神圣三一的神圣分次所组成的话，你们的影响是可怕的。对，那反过来，你乃是被这些所组成的话，你这个影响是大有关键的啊！教神的教会得着帮助。阿门。所以我里面这个当这个姊妹，这感觉，我在这里面已经很有感觉了，就是你讲我满了一阵的，感谢主啊！我就觉得我第一次。这是你们的聚会，姊妹下的相调，姊妹的特会，我是四五十年来教会是我第一次参加，能够发现开了眼界啊！哇，台湾啊，教会的姊妹教会，姊妹的特会，它是那么拔高啊，那么丰富啊！哎呀，赞美主啊！应该是这样，为教会生活。占了一半，而且你们的影响往往远超过我们啊！我们很多的观念是因为从我们的姊妹得来的，所以你就知道你的影响多大了。所以我才觉得说啊，借着今天啊这一次的这个训练啊，重新让我在主面前自己有点内心的一个奉献。阿门。我也为我们那里的姊妹们。我们的迫切的祷告，盼望他们个个在主面前都是享受基督丰富的人，使他们能够供应基督给别人。弟兄会软弱，但姊妹邻里扶持的稳定，就成了他们供应的源头。姊妹们，谢谢你们。